在英国文坛，有一位传奇女作家，她一生只创作了一本小说，却因为内容离经叛道，备受谩骂。当时文坛公认这是一本失败之作，有读者甚至写信给出版社，诅咒作者为什么不去死。直到小说发行百年，人们才透过一透纸背的文字，认清作者的不凡。作家毛姆将他的小说奉为世界文学最杰出的十部小说。 沃尔夫则认为，小说代表了人类永恒的力量。这个女作家名为艾米丽·勃朗特，而这本小说正是《呼啸山庄》。书里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接连遭遇恶人的凌辱、爱人的背叛，他一气之下远走他乡，发誓一定要为自己报仇雪恨。三年后，希斯克利夫致富归来，把满腔怒火发泄在每个伤害过自己的人身上。可复仇到最后， 希斯克利夫不仅没得到丝毫快乐，反而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。为什么报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小人，反而会让自己也遍体鳞伤？重温《呼啸山庄》，或许你就知道了答案。一，睚眦必报，永远逃不出生活的泥淖。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乡间的呼啸山庄。一天，山庄的主人老恩笑领养了一个流浪，并将其取名希斯克利夫。老恩笑对希斯克利夫是如己出。 彼时，他不会想到，这个男孩的到来，将在山庄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震荡。希斯克里夫一天天长大了，他和老恩笑的女儿凯瑟琳性情相投，两人常常在旷野上嬉戏谈天，爱情的种子悄悄萌芽。可凯瑟琳的哥哥亨德雷却把希斯克利夫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恨希斯克利夫分走了老恩笑的宠爱。老恩笑过世后， 亨德雷立刻把西斯克利夫赶进马厩，让他与牲畜为伍，与鸡狗同食。只要西斯克利夫表露出一点不满，亨德雷就用鞭子把他抽得皮开肉绽。一开始，凯瑟琳还会对西斯克利夫报以同情，可看着西斯克利夫整日衣衫褴褛，又臭又脏，凯瑟琳也渐渐疏远了他。这天夜里，西斯克利夫居然听到凯瑟琳对女仆说：“我爱上别人了，嫁给西斯克利夫。” 只会降低我的身份。凯瑟琳的话让希斯克利夫心情如坠冰窟，他愤而逃离呼啸山庄，发誓要把所受的屈辱加倍奉还给所有人。三年后，希斯克利夫衣锦还乡，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赌局，让亨德雷倾家荡产，沦为奴隶。希斯克利夫则摇身一变，成为呼啸山庄新主人，对亨德雷呼来喝去，拳脚相加。亨德雷哪里受过这般羞辱？他整日酗酒。 很快不治身亡。希斯克利夫若无其事的对凯瑟琳发起温柔攻势，他明知凯瑟琳已为人妻，还整天找她幽会。等凯瑟琳爱上自己后，希斯克利夫却和他的小姑子伊莎贝拉谈起了恋爱，两人经常在凯瑟琳面前卿卿我我，大秀恩爱。希斯克利夫甚至不顾凯瑟琳阻拦，娶了伊莎贝拉为妻。凯瑟琳被希斯克利夫伤透了心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。 很快郁郁而终。听闻凯瑟琳的死讯，希斯克利夫这才感觉到内心仿佛被剪刀捅开一个大口子。原来他最爱的人始终都是凯瑟琳，之所以娶伊莎贝拉，不过想让凯瑟琳尝尝爱而不得的痛苦罢了。希斯克利夫无法从失去凯瑟琳的悲痛中走出来，他出现了幻觉，经常看到爱人的灵魂在荒野游荡。他相思成疾，屡屡挖开凯瑟琳的坟墓。 抱着白骨失声痛哭，富甲归来的他，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安逸日子，却偏偏在丧心病狂的复仇中自食恶果。我们替西斯克利夫感到不值，可反观现实，谁身上没有他的影子？被死对头暗算，便绞尽脑汁给对方使绊；遭心上人背叛，便处心积虑让对方难堪；执意与仇人硬碰硬，消耗的是满腔心力，招惹的是一身是非。 你越是想着以牙还牙，越容易因一时气血上头，闹得两败俱伤。美国作家杰伊谢蒂说得好：“人生是一场轮回，所有报复都会带来反噬和小人志气，不能破除命运的困局。世事睚眦必报，只会让你永远生活在阴暗之中。若不想沦为怨恨的囚徒，就别歇斯底里的想要报复，否则贪图一时的快意，酿的也是一世的悲剧。哎”二 最狠的报复不是拔刀相向，而是毫不在乎。电影《我在伊朗长大》有句经典台词：“一生当中你会碰到很多混蛋，他们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愚蠢，你不必回应他们的恶意，同样面对伤害。”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给出了和希斯克利夫截然不同的答案。他被希斯克利夫禁止读书识字。 每一天只能像牲口般干活，直到凯瑟琳的女儿凯茜出现，这才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世界。那天，哈里顿从农子里出来，意外撞见十六岁的凯茜骑着小马误闯庄园，两个年轻人很快熟络了起来。凯茜在哈里顿面前侃侃而谈，她的美丽和博学，如烟花引燃导线，在哈里顿心中绽开悸动的火花。哈里顿渴望成为凯茜那样知书达理的人。 可西斯克利夫怎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？他故意不教哈里顿认字，当哈里顿被人嫌弃是大字不识的白痴时，他就在一旁大声吃笑，刺伤哈里顿自尊心。看着哈里顿出尽洋相，西斯克利夫笑道：“亨德雷当初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他儿子。”看着哈里顿变得难堪，真是一种乐子。西斯克利夫没想到，哈里顿背着他收藏了一屋子的书，每天干完活。 他就待在房间里认字学习。西斯克利夫的羞辱，哈里顿根本没放在心上。他满心满意，只想追上凯茜的步伐。一天，凯茜当着哈里顿的面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，凯茜早已从上一辈口中得知，呼啸山庄原本属于亨德雷父子所有，是西斯克里夫掠夺了原本属于哈里顿的钱和土地。意外的是，哈里顿听完并没有生气，他平静的说。 希斯克利夫就像父亲一般，将自己养育成人。即便希斯克利夫居心不良，他也不愿与他反目成仇。读书让哈里顿走出了蒙昧粗俗的影子。他不计较伤害，不是因为原谅，而是因为已经不在乎了。最有力量的报复，不一定是拔刀相向，而是变成坚不可摧的自己，从容地面对风轻雨细。成年人的世界，谁不曾被恶意的明枪暗箭划破衣衫？ 刺伤血肉，对伤害耿耿于怀，只能反复咀嚼痛苦，把人生拖入恶性循环。对烂人不屑一顾，才能摆脱怨恨前制，走好脚下的路。行走世间，不是所有挑衅都要回应，也不是所有恶意都要针锋相对。把怨愤搁置一旁，心无旁骛，精进自身，你终将涉己而上，冷眼俯瞰所有伤害过你的人。三，松开报复的拳头。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在书里，希斯克利夫不仅把仇恨的魔爪伸向哈里顿，还伸向了凯瑟琳的女儿凯茜。当年凯瑟琳另嫁他人，希斯克利夫一直怀恨于心。每一次看到和凯瑟琳容貌相似的凯茜，他就会想起凯瑟琳当年对自己的背叛。为了掌控凯茜的家产，希斯克利夫把凯茜骗到呼啸山庄，逼迫她嫁给儿子小林顿。他还威胁凯茜。 如果不答应结婚，就永远别想回去探望他病重的父亲。凯茜迫于压力答应了西斯克利夫的要求。他和小林顿结婚当晚，西斯克利夫如愿以偿拿到了凯茜的财产，复仇得逞了。西斯克利夫却高兴不起来。他的儿子小林顿因为良心不安郁郁而终，妻子伊莎贝拉也因为他的暴力性格芳华早逝。西斯克利夫每天孤零零的在院子踱步。 面颊逐渐凹陷，双眼也布满血丝。他无比凄凉地承认：“我的灵魂杀害了我的肉体，可我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满足。”一天，希斯克利夫意外撞见凯茜和哈里顿在读一本书，红红的炉火照耀在两人年轻的面庞上。凯茜不时抬起双眼望向哈里顿，他的眼睛居然和母亲凯瑟琳的一模一样。希斯克利夫想起曾经，凯瑟琳也是不顾亨德雷的阻拦，与自己形影不离。 而他如今却像亨德雷一样，想方设法责见凯茜和哈里顿，自己这样做和曾经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希斯克利夫如梦方醒，他不再责罚凯茜和哈里顿，人也变得温和起来。连续几个夜里，他在旷野中散步，在星空下远眺，仿佛忏悔自己的过错，又仿佛在书解旧日的心结。一个深夜，希斯克利夫微笑着离开了世界，生前的怨愤。 不甘烟消云散，他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解脱。或许年轻时，我们都是希斯克利夫遭人暗算时，总想着打击报复，一雪心头之恨。可等时间浇灭胸中仇恨的烈火，我们才恍然惊觉，没有什么往事是放不下的。昨天让你咬牙切齿的人，到了今天就觉得不足为虑了；往日让你愤懑不平的事，如今也可以风轻云淡的谈起。一报还一报。 修复不了过往的伤痕，松开仇恨的拳头，恩怨终有一天会被时间所淡化。当你不再对伤害耿耿于怀，才能从往事的泥潭中拔走而出，寻得自由和解脱。四，故事的结尾，哈里顿和凯茜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而西斯克利夫则被葬在凯瑟琳的墓边，与心爱之人长眠。前仇宿怨如同呼啸而过的风，终于回归平静。唯有爱与希望生生不息。 王尔德曾说：“为了自己，我必须饶恕一些人，因为一个人不能永远在心中养一条毒蛇，不能夜夜起身，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。”纵观人这一生，谁不曾经历伤害和辜负？但不能因为受了恶人的欺凌，你就任由仇恨扭曲内心，更不能中了命运的冷箭，就让自己的余生陷落在痛苦之中。怨恨如毒液，你越去反触，只会越发感到痛苦。 不如放下过往的仇恨，丢开内心的枷锁，把纠缠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提升自己，默默的变强大、变幸福，这才是最好的报复。点个赞吧，与朋友们共勉。